家好，咱们现在就拿一点的这个水果去我们亲戚家。因为今天呢，我去就是了解一下这个竹筐里面的怎么编织。你看九妹家这个竹筐，我已经用了2年多了，不知道摘了多少的水果了，摘了多少的菜了，都是用这个竹筐来，现在都有点想坏了。所以呢，我去看看编织了，我要拿一个回来，让你们大开眼界，编织的这个竹筐，每一个技巧都给朋友们观看啊。就拿了一点开果去，等一下他们剥到，用这个手来剥不好剥。走了，我们要到村里面去了。三只一坨的，三件套啊！哈里面有一个小的，那是放奶用的，爽畅的，这样跟没有刚。这里面我收没有的。你看，三件套，哦，好漂亮啊！拿来装瓜子，这个拿来装水果，这个也可以拿来装水果。因为这个竹子干的时候，就喷一点水。现在这个就是内层，等一下呢，他把这个就翻起来，就得到松层了。哦，这样啊。收连接过来呀，就放出来。哇，谁啊？哎呀，这个手艺啊，非常好啊。阿姐啊，好给整出来啊。走走走。好快衰啊，太快了，根本就看不过来，真是。没眼来。怎么呀？闭着眼睛趴到嘴边去来啊！三角就是这样啊。嗯，就是这样编织的。你看，这个手非常灵巧啊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些都是三件套的。还给一个三件套，全都是纯手工来编织。哎，做我没有做，我不没做到，我没讲。那现在在这里上面这个就是弯，就接外面锯层了。这里面锯层已经编织好，现在先编织外面锯层。小猫，嗯、现在已经收口了，这个是底。要收口的时候要把它剪断，然后插进来。什么？要停等一下。那这个就是用来编织竹筐的这个竹青，都是用刀来给它削开里面的。其实就是不要了，就用来当这个柴火来烧。你要这个竹青，外面轻轻的锯成。嗯，那就是用刀来给它削了，削了之后又给它搞得光滑。然后再削成一小小一小小根的。那全部都是纯手工的，不管你是削这个竹青也好，编织也好，全都是纯手工。三件套，这个也是三件套，非常可爱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最小的这个就放到我的这个拳头。嗯，那最大的话就放两个拳头一样大，这个的话就会大一点，大概是三个拳头。嗯，三件套。非常美味，哎，非常美丽啊！因为亲家举办去啊，什么东西都是那么美味、美丽啊，这个长得也秀丽，漂亮吗？真的，这个放这个小零食啊，放那些花生啊、瓜子啊，或者拿来舀那个米来煮饭都可以啊。根据这个竹筐呢，就是在山上砍了这个青竹下来，然后给它削好，外面锯成。
就是处理过的吧，然后呢就把它剖成一小小条的，再把里面的这个青竹里面的这一层白白的要去掉，去掉我们就要外面这一层青的，这样呢就比较耐用。你都没搞手下怎么就来包啊？如果你们要里面的这个金黄色的话，它这种呢就不耐用。有在包了？没有在包。这个就是用来削的，比较光滑的一个机器，纯手工机器。怎么个弯吧？哇，很光滑！你看我这样这样伸过来，它也不会割到手的，很光滑。你看，非常心灵手巧啊！朋友们，大家如果喜欢哪个品种的话，告诉一下九妹，我就让沈阳这边编辑去来啊，非常好看。那就先这样啦，大家记得给九妹留言哦。这个全部的每一根每一条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拜拜。来砍点竹子，弄个鱼鞭啊。对啊，来来来，大家来啊。钩子随便绑，随便绑，等一下钓不上大鱼啊！哎呀，他怕钓不上大鱼，只能听师傅了啦，随便绑啊！我们钓鱼去了，要不要拿网？钓鱼啦，钓鱼啦！钓这个啊，你不知道拉不上来耶。那拿一个网吧。专业的，等一下我要钓一条20斤的。太好吃了，口渴了，怎么样？先吃个果啊，扎一个给小的。哎呀，两个。堂弟换了300余根，两条。最可怜是我，我今晚吃鱼骨头啊！这位帅哥啊，堂弟他一条都没钓上，人品问题。今晚吃鱼骨头啊！要不东门你换一条钓鱼竿给堂弟看看，看看能不能钓上，是人品问题还是？啊，小杨又钓到了。你敢不敢拿？啊，第一条上了！哎呀，你把鱿鱼吃了！
还跑上去了，要不然今晚有鱼丝。嗯，这得了一点安慰啊。好随意的一甩。他去举了，好多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哦，太多了，就。